SRB 即将涨十倍。呀，这是八七。大家好，我是号称马来西亚最多迷妹的男人八七。面子频道呢，主要是讲赚钱、加密货币还有视频姐姐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有感兴趣，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然后开启小铃铛，这样子我每次更新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然后第一时间观看我的影片啊。OK, SRB 十倍 ,Are you ready, baby? 好，记得我所说的东西都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哦。如果你要投资，请做好心理准备。OK, 做好心理准备，然后为自己的金钱负全的责任。OK, 我们看看先讲一下，如果你还没有欧一户口的话，请在我的这个视频的下面有一个链接，你点击那个链接进去注册欧一，然后你注册欧一了过后有非常多的新人福利，然后你通过我的链接注册的话呢，你可以免费进来我的 Telegram 的群组， Telegram 群组的链接我也放在说明栏下面了哈。第一你要注册欧一 ，OK， 然后第二你就可以进来 Telegram。好，我的 Telegram 我会分享我视频没有说到的东西， OK， 我赚钱的单，我亏钱的单，我都会分享在 Telegram， 然后我接下来会做些什么操作，我都愿意在我的 Telegram 分享给你们知道， OK， 如何进来我 Telegram 呢？好，去我的 OE 下面 OE 的连接，通过我的连接注册，你就可以免费进来，然后 OE 也会可以给你很多新人的福利。然后我为什么讲 SRB 会十倍呢？这不是乱讲的哈。OK， 我们看上一次2017年的 bull run 啊。OK， 等一下你们看到吗 ？OK， 你看啊， 2017年的年头3月 0.0063， 然后它第一波上去，哇，五倍哦！你等一下。不是五倍啊，0.0063，哇，不是五倍啊，是50倍啊，各位，0.0063去到30%，是50倍啊，各位 ，OK， 50倍啊 ，OK， 我们在这里回调，然后这里在0.24的时候冲上去多少钱？3块多哎，朋友，哦，最高去到3块多啊，朋友，然后这里已经几倍了，你看啊，用短短一年的时间冲到那么高，所以呢，其实你有看到这里跟这里有点相似吗？是不是有一点相似？你看这里涨起来，然后回调一点，然后冲，哦，你不要以为你来得及进场，你肯定来不及。哦，因为它一飞就是那很短很短的时间就飞起来了，你根本来不及进场。OK， 看啊，是不是很香，然后可能再回调一下子就冲。OK， 所以十倍不是说的，十倍是有根有据历史给你看到了，而且现在它是出现了什么情况了哈？我们现在进去我们的 OE 交易平台显示。然后我们按行情，然后按币种，然后这里你会看到 SRB， 然后我顺便讲一下 SRB 还是很稳固哦，虽然有其他币起到很高利，但是 SRB 重点是 SRB 是什么，它稳固，它在这波行情它没有大起也没有大跌哦，其实有很多币有大跌，不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但是它没有，好不好？OK， 所以我们进来看看，先哦，这里是 OE 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显示，哦，今天非常开心，为什么？因为我终于等到了，因为它已经盘整了好几天了，好几天都看不到东西，今天终于看到东西了，大家看到什么东西了吗？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东西了，这里这个是一小时的图啊，看到东西了吗？已经突破了，而且是非常强势的突破了，非常非常强势的突破了。然后我接下来会做什么东西呢？
它差不多回调到 1.9 哦 1.9 这样子左右啦， 1.9 这样子我就会在这里购买哦，我不管它未来差水还是什么， OK， 我会在差不多 1.9 这样子哦购买哦，如果他还给我机会 1.9 买入的话啦，我 1.9 我果断的购买。在这里呢我不是很敢购买，因为这里没有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走势，你看哦，你看没，根本没有出现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拉伸，没有，但是这个非常强而有力哦，所以接下来因为之前这里的时候我一直都是看跌的，但是他今天告诉我他不要跌，他要起， OK， 所以然后再给你们看周线，给你们看到什么， OK， 有时候啊我们看图啊，我们看小时还不够了，我们要看四个小时的图，他给了我们什么讯号一样， OK， 四个小时的图还是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OK， 看到吗？很强势的突破哦，已经很强势的突破了哦。在这里的时候啊我还不是很放心的买入，但是现在我已经可以很放心的买入，但是我不会在这里买，我会在 1.95 吧，或者 1.9 左右这样子才考虑购买。然后我们现在看了一个小时，也看了四个小时， OK， 我们现在给你们看一天了， OK， 一天了，你看到什么东西吗各位？一天了，你们看到什么东西吗各位？我相信你们一定有看到东西啊，哦，虽然很乱啊，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看到东西啊， OK， 看到我画这条线你们就看到很明显了，哦，虽然很乱啊，但是大家体谅一下，OK， 差不多在这里，这条线我就放青色吧，给你们比较容易看到。看到什么东西了吗？看到了什么东西了吗各位？现在的几率哦，大方向是涨的，大方向是涨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哦，你看到这里形成了什么？大家看一下这里形成了什么。哦，他现在测试这条线哦，如果这条线测试了 OK 的话就是涨了。哦，我在这里画放厚一点哦，放颜色再放厚一点给你们看到。看到吗？看到什么东西吗这里？他回踩，所以他很大机会就是上啊，很大机会，真的是很大机会会上啊，看到吗？很大机会会上啊， OK， 很大很大机会会上啊。哦，我们看这里，我们画那个线， OK， 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它已经突破了，它已经突破了。哦，我们再看这里，哦，它已经突破了， OK。这里它已经突破了，现在我们要看这里它会不会再突破。哦，我相信很快，所以它现在测试这条青色的线，我希望它不会再掉下去测试这里，我希望它站稳这里，这里一旦站稳很大机会就是冲上去啊。哦，所以大家哦，记得投资有风险哦，量力而为，然后顾好你的口袋。我的做法呢我已经跟你讲了，我会在 1.9 左右再买入。哦，之前你可能你会问我这么前几天你不买入，前几天不稳定啊，虽然 1.7 1.8 很便宜，但是不稳定，不稳定我就不买。哦，虽然贵一点点，但是至少给我看到哦，它要涨了我才会买进，贵一点点不要紧，至少方向是对。因为 1.18 1.7 1.16 的时候看不到任何方向，哦，所以现在等一下一回我就买入， OK，哦，我买现货啊，最近不要做合约啊，真的是最近做合约真的是吐血啊，
哦，一下子就止损，一下子就止损了。哦，止盈也是一下子啊，但是止损的机会比较多，因为为什么？因为它上下那个波动那么小，哦，要中止损很容易被中到，哦，因为它可能你买的时候它涨了一点点，但是还没有到你的止盈，但是它很快就插回下去，你的止损你就完蛋了，哦，所以最近。哦，不是太敢开合约啊，所以如果你有进去我的 Telegram 群的话，你都有看到我的合约最近都少晒单合约了哦，因为我最近都买现货了。OK， 好了，视频就到这里。SRB 我相信很快就会重演2017年到2018年的时候。OK， 这个一旦发生，我相信你我很快就可以宣布退休。好啊，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然后开启小铃铛。还没有注册 OE 的话，记得去做注册 OE、哦、然后注册了 OE 了，可以免费进来我的 Telegram。好啊，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